一陣煮菜再俾你食咧，好唔好？我哋食乜乜啊！好啊好啊好啊！嚟嚟嚟嚟嚟！哎呀！哎呦！嚟試下呢樣啊！嚟嚟嚟嚟嚟！咦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哇！好食啊！好味道啊！吃牙来了！来，今天妈妈给我们用筷子吃嘞，好吧？我好用调羹，今朝羹过来了哟，开始用筷子。我这样也夹不起来饭。这样子拿筷子，你好。我好。那肯定不行。你快点进啊！我怎么又夹不起来？哥哥可以啊。怎么办？阿拉在试试看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阿拉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就要用筷子，晓得吧？得到了吧？哎。是不是夹起来啦？开心吗？好，侬吃吧。是不是用筷子吃起来蛮简单呀？嗯，吃到了吧？阿大先生，好，大家在什么大乖乖？来，大家万岁！哎呦！阿大先生，阿三，阿三，阿三，给他放一些，给他放一下。哎，回来了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三姐妹回来吧，想死你了。回来多住些点吧啊！行。就知道你爱吃这个。Okay, I see you guys tonight. Bye bye.爸妈，过年了，我跟你们拜年了。要转一下吗？我是新加坡人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老婆。哎呀，走走，我们一起来。我屋头煮起饭。哎呀，这。这真正的主席呢，我哎呀，我是晓得主席，跟你说，多个人，多双筷子，走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哎呀，哎呀，老板，你客气啥子嘛？多双筷子噻！哎呀，今天过年，我们高兴，高兴，高兴！过年，高兴！哎，老板，我向你们说。好了，今天东西特别多。喏，傻瓜，再过两个月啊，我就当爸爸了。五谷丰登，长命百岁。